的这个滑行日里发现这边有一个彩虹朋友的一个盲袋吧，我说哎，这里边东西掉下去了，掉到哪里了呢？掉到，哎，这什么？一个手表吗？哇，这边还可以摁的，有两个按钮可以摁。然后这个手表不知道是干什么的，我们看一下这个，我们从这个滑梯滑下去吧。哇，哎，哇，哇。好像是这个彩虹盲袋里的吧，但它是个什么动物呢？眼睛为什么长在这个上面呢？长在头的上面。不过这边那个滑梯也太好玩了吧，我们再去前面上去再玩。哎，哇塞，这个是个消防车呀，爆冷战车的一个变形的消防车。然后这里边还有一个桶，这拿不到吗？在这里边，我们看一下。哎，这个下面这个能，哎，哇，那个下面好像有一个小的一个电池的电容吧。哎，哇，这边拿不到啊。哎，还有一个这个薯条，变成的薯条，这个可以拿到。我们看一下这个，哎，这个拿不出来吗？哇，这个可以拿出来。然后这个薯条，这个薯条应该是拿不到了，应该拿不到，手伸不进去。然后我们先去上面看一下这边那个，哎，超帅。哎，哇，上来了。哦，哇，这桶里好多玩具啊，都是绿色的。这个是那个爆冷战车的一个变形皮卡车，它也是可以变成剑龙的。然后它，哎，哇，这边那个是那个超帅的消防车，它是那个霸王龙变成的吧，应该是霸王龙。上面还有一个超长的机械臂可以动的。然后这里边还有一个，这个是一个剑龙，它是个恐龙形态的剑龙，这个是一个剑龙的碎石刀，哇塞，安装完成，超帅的一个恐龙剑龙。然后哎，前面还有一个这个东西，奥特曼的一个盲盒，但是它是个战斗形态的盲盒吧，这个太有意思了。这边还有一个奥特曼卡片，一个三元包，下面我们拆一下这个三元包。这边是，哦，两张 SR 捷德，还有一个布鲁。下面我们再去看一下刚刚下边那个小的电池一个剑龙，在这个下面，我们看一下怎么能给它拿出来。这边那个网的孔比较小，但是它离这边这个位置比较近，离这个位置比较近，从这边应该能拿出来吧。哎，哎，拿到了，刚拿到了。哦，我拿出来了，它应该是从这边放进去的吧。哇，超帅的一个迷你的电池剑龙。哎，